在夏季打造上山消暑、下海清凉的活动。这次的活动，结合了13个国家风景区跟22个县市政府，黄龙舟吃粽子，或者是说冰品的活动，还有这个铁道之美食。那希望民众在6月1号到9月1号都可以来参加台湾仲夏节相关活动。